两名队员向码头实施警戒，并掩护队员上岸。其余的队员在掩护下，以手提的方式将橡皮艇抬至安全处，并且会利用伪装网或者用埋藏的方式。将涉及 A 栋大楼右侧反装甲武器 ，A 栋大楼的右侧反装甲武器，现在准备好开始射击。命中！这个运动间的射击需要长时间的训练，具备稳定的射击基础后，才能有效地集中目标。限制空间射击是一种缩小空间的战术行动，这种战术